上周我们把《There is no justice in history》这一章读完了，试图解释重男轻女的第三种理论是在说，男人需要与其他的男人竞争获胜，才有机会让女人受孕、繁衍下一代。而女人因为怀胎9个月、分娩之后，身体不但比较虚弱，而且还要带孩子，采集、狩猎都很不方便，需要靠别人帮助才可以生活，将孩子带大。因此，女人为了将男人留在身边照顾自己和孩子，就形成了接纳顺从的个性。经过长久的物竞天择演化过程，好斗男人的基因以及顺从女人的基因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这种理论在动物界的实际观察中也说不过去。动物界有许多雌性主导的母系社会结构，雌性怀孕、分娩和养育。也是需要很多的帮助，但是他们雌性成员之间会互助合作，反而是那些自私好斗的雄性被晾在一边。大象以及 Bonobos 黑猩猩都是母系社会的例子，因此第三种理论也站不住脚。重男轻女这种普遍的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形成的，到现在都没有很好的解释。虽然如此，我们这一百年来，见证了人们在性别认知上和两性地位上都有革命性的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只给了女人和男人一样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而且甚至重新思考性别和性向最基本的定义。虽然两性之间的鸿沟依然显著，情况正以惊人的速度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就这样结束了《There is no justice in history》的这一章。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这本书的第三大部分，《The Unification of Mankind》，就是全球人类的统一。书上有这样子一张图，这个是伊斯兰教的圣城 Mecca 在的近寺内的建筑物，叫做 Kaaba。相传 Kaaba 是亚当兴建的，并由 Abraham 和 Ishmael 父子共同修复的。伊斯兰传统认为，卡巴是天堂的建筑，天使崇拜真主之处，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所有的回教徒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必须要面对它的方向来祈祷。然后 OK，所以我们就看第九章。好，第九章是《The Arrow of History》。我们读到了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去都被灌输种种的虚构故事和概念，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形式追求特定的事物，遵守特定的规范。这样人为形成的直觉反应和行为，我们称之为文化。这和基因驱使的行为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如果没有仔细的去思维，可能会混淆，认为所有的直觉反应都是天性基因使然的。所以作者特别的拿出来解释，就是人为这个 artificial instinct 跟 natural instinct 的不同。以前人们讲到文化或是文明，脑海中就会有一些鲜明的画面，譬如说中国文明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美国印第安文明热爱大自然，勇敢地骑在马背上捍卫家园等等。每一个文明都各具特色，而且似乎不是外敌侵略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的话，那文明是很久以来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的学者都承认，事实正好相反，每一个文化的确都有其代表性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但是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中。文化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所有的文明都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也会因为与邻近文化的交流而改变，也会因为社会内部本身的动力促成改变。每一个文明都有自相矛盾之处。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不但信奉基督教，而且也接纳骑士精神，但是这两种概念是有冲突的。
现代人常常喊着人人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基本价值观，但是这两种价值观是互相抵触的。这种互相冲突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所有文化都有的特性，我们称之为 cognitive dissonance。事实上，人类有独特的能力同时接纳两种互相冲突的信念，而且这种能力不但不是缺陷，而且是强处。人们在不断地试图化解、调和这些矛盾的过程当中，被逼得不断思考、重新评估、批评，并做出不同的尝试。譬如，人们发展民主体制的概念，或者是共产体制的概念，都是这种不断思维、重新评估实验的结果，都是通往我们所谓的进步的过程之一。有一些社会实验是成功了，也很多的失败了，但是大部分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这一切都是促成文化改变的动力。好，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读到这边，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那，OK，我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下一段 The Spy Satellite，我们在166页。那不能念书的同学可以跟我在 chat 里面说，然后我 spotlight 给大家。好。那看一下谁可以先开始念，我们就先请，Patrick 开始念好了，Patrick，请你从这边念哦。The Spy Satellite 一直念到你最下面。History's Highway。Spy satellite. Human cultures are in constant flux. Is this flux completely random, or does it have some overall pattern? In other words, does history have a direction? The answer is yes. Over the millennia, small, simple cultures gradually coalesce into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civilizations. So that the world contains fewer and fewer mega cultures, each of which is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This is, of course, a very crude generalization, true only at the macro level. At the macro level, it seems that for every group of cultures that coalesce into a mega culture, there's a mega culture that breaks up into pieces. The Mongol Empire expanded to dominate a huge swath of Asia and even parts of Europe, only to shatter into fragments. Christianity conver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splintered into innumerable sects. The Latin language spread through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en split into local dialects that themselves eventually became national languages. But these breakups are temporary reversals in an inexorable trend toward unity. Perceiving the director of history is really a question of vantage point. When we adopt the proverbial bird's eye view of history, which examine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decades or centuries, it's hard to see whether history moves in the direction of unity or of diversity. However, to understand long-term processes, the bird's eye view is too myopic. We would do better to adopt instead the viewpoint of cosmic spy satellite, which scans millennia rather than centuries. From such a vantage point, it becomes crystal clear that history is moving relentlessly
towards unity. The sectioning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Mongol Empire are just speed bumps on history's highway. 好，谢谢 Patrick。The spy satellite 是间谍卫星。人类的文化不断在变化，这个变化是完全随机的呢，还是依循什么规则的呢？换句话说，历史发展有没有一个方向？答案是有的。几千年来，那些小规模而单纯的文化渐渐地融入到较大而复杂的文明中，世界上的大型文明的数量逐渐减少，而每个留下来的文明也越大而且越复杂。这当然是非常粗糙又笼统的说法，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的，没有错。再仔细的看的话，似乎每次有一群小文化被融入大型文明中，就会有一个大型文明瓦解。蒙古帝国雄霸亚洲，甚至征服了部分欧洲，但最后还是破碎解体。基督宗教信徒数以亿计，但也分裂成无数的教派。拉丁语言遍布西欧以及中欧之后，最后还是变成了各种当地的方言，而这些成为了各国的语言。然而，这些分裂只是暂时的败退，大趋势还是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的。想要觉察历史的方向是个视角的问题。当我们鸟瞰历史，检视几十年或是几百年的发展，实在很难看得出历史到底是朝着分裂还是朝着统一的方向迈进。要观察长远的过程，鸟瞰的距离还是太近，看不清楚。若拉远到太空间谍卫星的距离，就会比较好。这个视野浏览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从这个角度，我们便一目了然地看到历史毫不懈怠地移向统一，基督教的分裂，基督教会的分裂以及蒙古帝国的瓦解，只是历史高速公路上的减速带而已。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下一位我们请 Wendy，Wendy， 请你从167的这里上面念，然后一直念到两段到 In a world of their own。好。The best way to appreciat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history i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separate human worlds that coexisted at any given moment on planet Earth. Today, we a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the whole planet as a single unit, but for most of history, Earth was in fact an entire galaxy of isolated human worlds. Consider Tasmania, a medium-sized island south of Australia. It was cut off from the Australian mainland in about 10,000 BC as the end of the Ice Age caused the sea level to rise. A few thousand hunter-gatherers were left on the island and had no contact with any other humans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19th century. For 12,000 years, nobody else knew the Tasmanians were there, and they didn't know that there was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They had their wars, political struggles, social oscillation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s. Yet as far as emperors of China or
the rulers of Mesopotamia were concerned. Tasmania could just as well have been located on one of Jupiter's moons. The Tasmanians lived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谢谢Wendy. 想要看清历史的大方向，最好的方法就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同时有几个独立的人类事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将全球当成一个单位，但是在历史上大多数的时间，地球其实比较像是星系，独立分开的人类文明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以塔斯马尼亚为例，这个澳洲南部的中型岛屿，约在12000年前，由于冰河时期结束，海平面上升，就从澳洲大陆被隔离开了。几千个采集狩猎的人类被孤立在岛上，一直到第19世纪欧洲人抵达之前，他们都与外界隔绝。在这12000年的期间， 12000年的期间，没有人知道Tasmania人，他们也不知道世界别处有其他人。他们经历他们的战争、政治斗争、社会动荡以及文化发展。但是对于中国皇帝或是中东的统治者来说，Tasmania跟木星卫星没有两样，没有两样，那里的人活在另一个世界。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我们请Angie，请你往下面念。America and Europe 一起念到这里的最下面，Economic ties。 好 ，America and Europe too were separate worlds from most of the histories in AD 378. The Roman Emperor Barbarus was defeated and killed by the Goths at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Okay. In the same year, King Chaktok Ikak of Tito was defeated and killed by the army of Teotihuacan. Tikal was an important Mayan city-state, while Teotihuacan was then the largest city in America, with almost 250,000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as its contemporary Rome.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feat of Rome and the rise of Teotihuacan. Rome might just as well has been located on Mars and Teotihuacan on Venus. How many different human worlds coexisted on Earth? Around 10,000 BC, our planet contained many thousands of them. By 200 BC, their numbers had dwelled the hundred, or at most few thousand. By AD 1450, their numbers had declined even more drastically. At that time, just prior to the age of European exploration, Earth still contain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dwarf worlds, such as Tasmania. But close to 90% of humans lived in a single mega world, the world of Alpha Asia, most of Asia, most of Europe, and most of Africa, including substantial chunks of
Saharan Africa were already connected by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谢谢安吉。美洲和欧洲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他们都是不同的世界。西元378年，罗马在 Adrianople 的战役中败给了 Goths， 罗马皇帝 Valens 被杀死。那一年 ，Tikal 被 Teotihuacan 的军队打败 ，Chactaoquitlac 王被杀死。Tikal 是玛雅帝国的一个重要城市，而 Teotihuacan 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城市，那里有25万居民，规模跟同一时期的罗马一样大。罗马的衰败和 Teotihuacan 的兴盛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有如罗马在火星而 Teotihuacan 在金星那样，他们根本是不同世界的。曾经有多少个不同世界在这个地球上共存呢？西元前一万年的时候，地球上有好几千个人类文明。到了西元前两千年，这个数字只剩数百个，顶多几千个。到了西元1450年，那数字骤减的更多。在欧洲探险时代之前，地球上还有不少像 Tasmania 那样的独立小世界，但是地球上 90% 的人类都已生活在同一个大型世界中了，那就是非洲亚洲的世界。大部分的亚洲，部分欧洲，大部分非洲，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区，都已有了频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交流。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9页的地图。这个就是在讲，刚才我们在讲非洲、亚洲的大陆是这一大块，其实他们都已经很频繁的在跟彼此有交流，有接触，这样子的。这是西元1450年 ，OK。然后 ，OK， 然后呢？他说，这些有列名的地方是14世纪著名穆斯林旅行家 Ibn Battuta 去过的地方，包括这个啊 ，Timbuktu、Cairo 啊、Tangier、Baghdad、Delhi、Bukhara、北京、Sumatra 跟 Zanzibar， 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旅行家都去过这些地方了。OK， 好，他是。这个 Ibn Battuta 他是摩洛哥的坦吉尔的人 ，OK， 所以他去过了 Timbuktu、Zanzibar、俄罗斯南部、中亚、印度、中国和印尼。他行经的各地显示，跨入现代的前夕，非亚大陆世界统一的程度。然后我们刚才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的其他的世界，这是一个 90% 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大世界，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 The Australian World， Tasmania 在这里， Oceanic World 是大洋洲，Andean World 是安第斯帝国，The Mesoamerican World 是印加帝国。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面是竹安，安姐你说，请问这个是地图是以现在的地图来画出他去过的地方就对了，因为不晓得那时候的地图是有，他那时候的地图有这么的完整吗？我的意思是，可能地点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改变，北京就是北京嘛，Cairo 就是 Cairo 这样。他没有画出国界，国界的话就是一直在改变嘛。对，但是1450年可能这些地方其实就是这些城市这样。另外一个不知道他花了多长的时间旅游了这么，那个时候哈，对，旅行一定是比较困难的，对。是啊，对啊，而且就是一个人要走过这么多地方也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一个旅行家哈。
探险家。探险家，对。妹，你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之后的这个章节哈。不过他刚才大家念到的，就是说，他在想，就说这个作者，他在想，就是说我们今后的趋势是 diversity 或是 unity，然后他已经先说是 unity 了，是吧？是不是目前是这个说法？对，他说大趋势是往统一的方向。那可是呢？可是，就我目前所知的，就是说，现在不是大家越来越着重的是 diversity 吗？那然后，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些智慧，的语言，OK，不是都这么说，就是说天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所以我不知道这 Harari 他这个要怎么样带我们进入这个 unity，让我们怎么看到会是 unity？我觉得这很有趣。好，OK。那所以说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看它的意思是什么。好，谢谢妹提出来这个思考方向。好，还有问题吗？James，你说。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译本呢的 Two Town，他说他到过中国，可是中国的历史文献有记载这个人吗？我找不到。对，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查。OK，我只是有一个怀疑就是了，谢谢。是，哎，15世纪是中国的哪一个朝代啊？宋，明朝那时候明是，朝，哦，明朝了，所以那时候是郑和下西洋的是那个大航海的时代哈，是，但是没有记载这个人，我们的 history 没有记载这个人。所以对，我不是很清楚，他有可能，因为中国文献其实记载的是很多的是翻译的嘛，就是外国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字，所以就才会记载下来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字我记得好像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什么？他跟他英文名字好像还蛮不一样的，哪一个世纪？郎世宁是不对是？对对，郎世宁，郎世宁，郎世宁跟他的英文名字好像也不太一样，好，所以说可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人是在元朝的时候访问到了中国，先是到了泉州，后来又到了杭州，最后到了北京。所以有这个人记载就是了。有这个人是在元朝时期，那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就是怎么记载他的？中文名字叫一本白兔台，白兔台白兔台，白兔 OK，OK，台，好，谢谢 Patrick，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看。谁呢？看一下哦。朱安，朱安，请你从这边念。好，对不起，这里从这里 most remaining tenth of the world 一直念到下面的这里，fear of influence。好。Most of the remaining tenth of the world's human population was divided between four worlds of considerable size and complexity. One, the Mesoamerican world, which encompassed most of Central America and parts of North America. Number two, the Andean world, which encompassed most of Western South America. Number three, the Australian world, which encompassed the continent of Australia. Number four, the Oceanic world, which encompassed most of the islands
of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Ocean from Hawaii to New Zealand. Over the next 300 years, the Afro-Asian giant swallowed up all the other worlds. It consumed the Mesoamerican world in 1521 when the Spanish conquered the Aztec Empire. It took its first bite out of the oceanic world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Ferdinand Magellan's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globe, and soon after that completed its conquest, the Andean world collapsed in 1532 when Spanish conquistadors crashed the Inca Empire. The first European landed on the Australian continent in 1606, and that pristine world came to an end when British colonization began in earnest in 1788. 15 years later, the Britons established their first settlement in Tasmania, thus bringing the last autonomous human world into the Afro-Asian sphere of influence. 好，谢谢主安。好。好。世界人口剩下的 10% 则被分成四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世界。Okay,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张图就是在讲这四个剩下的世界。好，所以说有澳洲世界涵盖澳洲大陆大洋第一个是中美洲世界涵盖大部分中美和部分北美安第斯世界涵盖大部分南美西部澳洲世界涵盖澳洲大陆然后第四是大洋洲世界涵盖大部分太平洋西南的岛屿从夏威夷到纽西兰接下来的300年之间巨大的非亚世界吞噬了所有的其他世界1521年西班牙征服了 Aztec 帝国在同一时期 Ferdinand Magellan 环球航行开始染指大洋洲世界不久也彻底的将它征服了。安第斯世界在1532年瓦解，西班牙的征服者击溃了印加帝国。第一批到澳洲的欧洲人在1606年登陆，到了1788年英国积极的殖民，那纯净的世界也宣告终结了。15年后，英国人在 Tasmania 岛上设立了殖民村落，将世界上最后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类世界也带进了非亚的影响圈。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请 Grace 再往下念。Grace， 请你从这边念。It took the Afro-Asian giant 一直念到下一页的下面这里 ，Global influences。Global influence. Okay. It took the Afro-Asian giant several centuries to digest all that it had swallowed. But the process was irreversible. Today, almost all humans share the same geopolitical system. The entire planet is divided int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es. The same economic system, capitalist market forces shape even the remotest corners of the globe.
the same legal system,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are valid everywhere, at least theoretically. In the same scientific system, experts in Iran, Israel, Australia, and Argentina have exactly the same views about the structures of atoms or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The single global culture is not homogeneous, just as a single organic body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organs and cells. So our single global culture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lifestyles and people. From New York stockbrokers to Afghan shepherds, just they are all closely connected and they influence one another in major ways. They still argue and fight, but they argue using the same concepts and fight using the same weapons. A real clash of civilization is like the proverbial dialogue of the deaf. Nobody can grasp what the other is saying. Today, wh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ttles words at one another, they both speak the language of nation states, capitalist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ights, and the nuclear physics. We still talk a lot about authentic cultures, but if by authentic we mean something that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nd that consists of ancient local traditions, fre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then there are no authentic cultures left on Earth. Over the last few centuries, all cultures were changed almost beyond recognition by a flood of global influences. 好，谢谢 Grace。谢谢。菲亚大巨，菲亚巨大的世界的确花了好几百年才慢慢消化掉吞并的其他所有世界，但是这个过程已是不能倒转的了。今天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同一个地缘政治体系，整个地球划分为国际公认的国家，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市场影响着全球，连最偏僻的角落也不例外。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人权和国际法全球都接受，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伊朗、以色列、澳洲和阿根廷的专家对于原子的结构以及肺结核的治疗方法是持有一致看一样的看法的。这个字是 tuberculosis， 肺结核。好，全球文明虽然统一了，却不是同质的。就如一个生物体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我们统一的全球文明也包含不同人与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像纽约的股票经纪人这样的人，也有像阿富汗的牧羊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所有人都紧密地牵连在一起，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互相影响。他们也会争吵打斗，但是他们争辩是用同一个概念，打斗也是用同一套武器。真正的文明的撞击是像聋子在对话那样，双方都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今天当伊朗和美国呛杀喊话时，
他们用的都是民族、国家、人民、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国际法、律法 专家和核子物理学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还是常常会说到纯正的文明这样的说辞，但是如果我们所谓的纯正指的是独立发展出来的那一些远古的习俗，完全没有被外界染污的话，那其实地球上已经没有这种纯正的文明了。过去几百年来，全球化的大潮流已经将所有的文明都弄得面目全非了。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刚才内提到的那一个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趋势，可能跟作者在讲的稍微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妹，你说。对，目前就是刚刚念到这些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讲的是文化啊，或者这文化跟文明有时候我觉得有点难区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刚才我的意思是说，diversity 的话，就是说，因为哈。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现在要脱离那些比较大的政权，是吧，成立自己的国家，所以我刚想到的是这个，就是所谓 diversity， 就是说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是连国旗，现在国旗也越来增加的越多，就不同国家的国旗，那可是就是说在文化方面呢，就是说，他讲说，越来越模糊，真的每一个文化的自己的特性，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知识越普及的话，就是说，尤其是有现在有这个手机啊或什么这一类的，就知识爆炸这个波及的程度。就是说，这当然会影响到大家的思考的方向。就是说，尤其是，就是说，大家很容易被这比较强的国家的这种，文明，所影响。那可是，在同时呢，就是说，好像大家现在就是说学问也是越多，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自己文化的重要性，然后也会比较有专门的人想要保存它或者发扬它，所以呢，所以就是说，可是到底能做到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这个 Harari， 他应该算是非常有远见或是有创建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念他的书可以让我们继续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我很希望继续念下去。 OK， 谢谢妹。对，因为我们这一个 section 的标题就是The Space Satellite， 所以说那个作者他也讲说，我们如果是从就是几十年、几百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种现象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视野往更远的地方来看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大趋势这样子。那他所谓的这个分跟合当然国家也是一种 division 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去看国家界限，而是在看其他的东西，譬如说文化啊或者是文明啊这种的话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就是 unification 的一个大趋势这样。温迪你说。我是想讲他我自己的理解啦，因为这一段他是说把的视野提高一点再去看的话，就好像说
我们如果在另外一个星球看我们这个星球的话，我们所有的各个国家所有的人动物通通都是在同一个星球上面。我记得很多年前大家不是就讲过说我们都生活在地球村上面嘛，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只看你自己的话，你觉得好像这个地球上只有你，可是你把它拉远一点，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区。当然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种族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特性嘛，可是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在同一个地球上面。我自己是这样，因为他说他把它拉高一点看，你就会看到这样子，但是很没有这样的视角，可能就不会想到别人我们在同一个那个时间或地上，这样同一个地球上。好，谢谢。对，谢谢 Wendy 讲得很好。对，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往下念是 Grace。Grace， 哎，刚刚 Grace 念过了嘛，对不对？那就是 James。James， 请你从这边念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examples。一直念到下一页的这里 ，authentic。好 ，OK。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examples of this globalization is ethnic cuisine. In an Italian restaurant, we expect to find spaghetti in tomato sauce. In Polish and Irish restaurants, lots of potatoes. In an Argentina restaurant, we can choose between dozens of kinds of beefsteaks. In an Indian restaurant, hot chil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just about everything. And the highlight at any Swiss cafe is thick hot chocolate under an alp of whipped cream. But none of these foods is native to those nations. Tomatoes, chili peppers, and cocoa are all Mexican in origin. They reached Europe and Asia only after the Spaniards conquered Mexico. Julius Caesar and Dante Alighieri never twirled tomato-drenched spaghetti on their forks. Even forks hadn't been invented yet. William Tell never tasted chocolate. And the Buddha never spiced up his food with chili. Potatoes reached Poland and Ireland no more than 400 years ago. The only steak you could obtain in Argentina in 1492 was from Iyama. Hollywood films have perpetuated an image of the Plains Indians as brave horsemen, courageously charging the wagons of European pioneers to protect the customs of their ancestors. However, these Native American horsemen were not the defenders of some ancient, authentic culture. Instead, they were the product of a maj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that swept the plains of Western North Americ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consequence of the arrival of European horses. In 1492, there were no horses in America. The cul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Sioux and Apache has many appealing features, but it was a modern culture, a result of global forces, much more than authentic. 好，谢谢 James。Yeah, 不客气。全球化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代表各个文化的风味餐。我们认为意大利餐厅该有番茄意大利面。波兰和爱尔兰的餐厅该有很多马铃薯做的食物，
阿根廷的餐厅该有几十种牛排可以选，印度餐厅该会将辣椒加进所有的食物中，而瑞士咖啡店的主打商品一定是那热可可上面覆盖着像阿尔卑斯山雪一样高的达发奶油，但是这些全都不是出自那一些地方的餐厅。 番茄辣椒和可可豆的原产地是墨西哥，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后才被带回欧洲和亚洲的。凯撒大帝和Dante Alighieri，就是那个《Divine Comedy》神曲的作者，就是 Dante Alighieri，他们从来没有用叉子将番茄意大利面卷起来吃，那时候连叉子都还没有被发明呢。 William Tell 他是瑞士的一位传奇人物，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的故事哈。OK，他从来没有喝过热可可，佛陀也从来没有在他的食物里加辣椒，马铃薯是400年前才传到波兰和爱尔兰的。1492年，在阿根廷唯一可以吃到的肉排只有酪马排。 好莱坞电影勾画出来的美洲印第安人，皆为骑真马的勇士，为了捍卫祖先的传统，勇敢地冲向欧洲拓荒者的篷车。不过，这些美洲印第安骑马勇士并不是什么远古纯净文明的捍卫者，这个形象是17、18世纪欧洲人在北美西部发动军事政治革命的产物。 是欧洲人将马带到美洲的。1492年的时候，美洲大陆是没有马的。19世纪，西武和阿帕切的文化有很多好的特色，但是与其说那是纯净的古文明，说那是全球化形成的摩登文化还比较贴切。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很多了。那它的意思，就文明的意思，文明会自己不断的变化，而且会互相的影响。然后我们现在对于某个文明的那种印象，其实都是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啊、电视普及化之后，我们才产生的这些印象，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妹。妹，请你从这边念 The Global Vision，一直念到下一页的这里，Worker Bees of the World Unite。好的。The global vis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unification occurred 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when empires grew and trade intensified. Very tight links formed between the people of Afro-Asia, America, Australia and Oceania. Thus, Mexican chili peppers made it into Indian food, and Spanish cattle began grazing Argentina. Yet from an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an even more important development occurred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When the idea of a universal order took roo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reviously, history was already moving slowly in the direction of a global unity. But the idea of a universal order governing the entire world was still alien to most people. Homo sapiens evolved to think of people as divided into us and them. Us was the group immediately around you, whoever you were
and then was everyone else. In fact, no social animal is ever guided by the interest of the entire species to which it belongs. No chimpanzee cares about the interest of the chimpanzee species. No snail will lift a tentacle for the global snail community. No lion alpha male makes a bid for becoming a king of all lions. And at the entrance of a no beehive, can one find the slogan, worker bees of the world unite. Excuse me. OK， 好，全球视野，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来，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化的过去这几世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澳洲和大洋洲的人们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连结。于是印度菜里出现了墨西哥的辣椒，阿根廷的草原上也出现了西班牙的牛只在吃草。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发展。在西元前1000年，人们开始形成普世秩序的概念。在那之前的几千年来，历史已经朝着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在演进了。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无法想象可以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秩序来规范所有的人类。智人演化成会将人们分成我们和他们的思维，我们就是自己身边的这群人，而所有的其他人就是他们。事实上，所有社会性的动物都不会为自己物种全体的利益着想，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会关心全体黑猩猩物种的利益，没有任何一只蜗牛会为全体蜗牛物种的福利而举起触角，没有任何一只狮群首领会争取成为所有狮子的王，也不会见到哪一个蜂窝入口会有写着全球工蜂团结起来的标语。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Patrick 再继续往下面。Patrick， 请从这边念 ，the beginning， 一直念到。这里 ，Islam。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Homo sapiens became more and more exceptional in this respect. People began to cooperate on a regular basis with complete strangers, whom they imaged as brothers or friends. Yet this brotherhood was not universal. Somewhere in the next valley or beyond the mountain range, one could still sense them. When the first pharaoh, Menes, united Egypt around 3000 BC, it was clear to the Egyptians that Egypt had a border, and beyond the border lurked barbarians. The barbarians were allied, threatening and interesting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had land or natural resources that the Egyptians wanted. All the immediate orders people created tended to ignore a substantial part of humankind.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three potentially universal orders whose devotees could for the first time image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as a single unit, governed by a single set of laws. Everyone was else, at least potentially. There was no longer them. The first universal order to appear was economic, the monetary order. The second universal order was political, the imperial order. The third universal order was religions,
the order of universal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谢谢 Patrick。 但是在认知革命开始之后，智人在这一方面就越来越特殊，与陌生人合作越来越频繁的同时，人们开始将这些陌生人当成自己的兄弟或是朋友。但是这样的兄弟情谊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隔壁的山谷或是出了这座山，还是有他们的存在。西元前3000年。 Menes 法老王统一了埃及，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埃及是有边界的。边界的另一边就是野蛮人的出没的地方。这些野蛮人奇怪又有威胁性，埃及人对他们兴趣，行止于是因为。 这些野蛮人拥有他们想要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人们建立的虚构秩序其实都将绝大部分的人类排除在外。西元前1000年出现了三种由普世潜能的秩序，相信这些概念的人可以想象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以同一种秩序为规范，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一员。 不需要有他们的分别了。第一个出现的普世秩序是经济上的，那就是货币的概念；第二个普世秩序是政治上的，那就是帝国的概念；第三个普世的概念是宗教上的，那就是普世宗教的概念，例如佛教、基督教以及回教。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刚才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Wendy继续往下念 Merchants 一直念到这里 Kings failed. Okay. Merchants, conquerors, and prophets were the first people who managed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evolutionary division you, us versus them, and the soul. And so foresee the potential unity of humankind. For the merchants, the entire world was a single market, and all humans were potential customers. They tried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order that would apply to all, everywhere. For the conquerors, the entire world was a single empire, and all humans were potential subjects. And for the prophets, the entire world held a single truth, and all humans were potential believers. They too tried to establish an order that would be applicable for everyone, everywhere. During the last three millennia, people made more and more. Wendy, 你有听到吗？可以，刚刚不小心被 Ambitious attempts to realize that global vision. Wendy, 你要 mute 了。 The next three chapters discuss how money, empires and the universal religious spread, and how they l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world of today. We begin with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conqueror in history, a conqueror possessed of extreme tolerance. Wendy, you're mute. Adaptability. Thereby turning people into ardent disciples. This conqueror is money. People who do not believe in the same God or obey the same king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use the same money.
Osama bin Laden for all his hatred of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 very fond of American dollars. How did money succeed where gods and the kings failed? 谢谢。好，谢谢 Wendy。对，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你会有的时候就被 mute 掉。不是，因为刚才有电话进来，我把它要进、oh. 我他一进来就听不见我的声音了，对不起。Oh, OK， 好，谢谢。好，商人、征服者和先知是最先看破我们与他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而看得到全球人类都是一家的愿景的人。对商人来说，全世界都是一个市场，所有的人类都可能是客人，他们试着建立任何人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经济秩序。对征服者来说，全世界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子民。对各教的先知来说，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信徒。他们也试图建立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能依循的秩序。在过去的3000年间，人类对世界统一的愿景做出的尝试越来越大胆。接下来的3章之中，就要来一一讨论货币、帝国和全球宗教是如何传播，是如何建立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一家的概念的基础。我们将从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的故事开始说起。这个征服者拥有极度包容异己的能力，手段又灵活无比，让人人都成了虔诚狂热的信徒。这个征服者就是金钱货币。信奉不同神明的人，伺候不同国王的子民，都愿意使用同一种货币。仇视美国文化、美国宗教、美国政治的 Osama bin Laden 还是非常热爱美金。金钱到底是怎么做到那个神明和国王都做不到的事呢？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有时间了，所以说我们再往这个 The Scent of Money 这边再往下念。OK， 大概念大概应该是念到11:30。好，那看一下哦，朱安，请你再往下念这里。好，从这里15:19，你只念到这一页的下面啊，阿拉。好 ，OK， The Scent of Money。In 1519, Hernan Cortes and his conquistadors invaded Mexico, hitherto an isolated human world. The Aztecs, as the people who lived there called themselves, quickly noticed that the aliens show an extraordinary interest in a certain yellow metal. In fact,they never seemed to stop talking about it. The natives were not unfamiliar with gold. It was pretty and easy to work, so they used it to make jewelry and the statues. And they occasionally used gold dust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en an Aztec wanted to buy something, he generally paid in cocoa beans.Or boats of cloth. The Spanish obsession with gold does seem inexplicable. What was so important about a metal that could not be eaten, drunk, or woven, and was too soft to use for tools or weapons? When the native questions Cortes,as to why the Spaniard had such a passion for gold, the conquistador answered, because I and my companions suffer from a disease of the heart
which can be cured only with gold. In the Afro-Asian world, from which the Spaniards came, the obsession for gold was indeed an epidemic. Even the bitterest of enemies lusted after the same useless yellow metal. 3 centuries before the conquest of Mexico, the ancestors of Cortes and his army waged a bloody war of religion against the Muslim kingdoms in Iberia and North Africa. The followers of Christ and the followers of Allah killed each other by thousands, devastated fields and orchards, and turned prosperous cities into smothering ruins, all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Christ of Allah. 好，谢谢朱安。好，金钱的气味。 1519年 ，Hernán Cortés 一行人入侵了墨西哥，那原本是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住在那里的人们自称为是 Aztecs。他们很快地发现了这些外来人对一种金黄色的金属非常的感兴趣，简直是开口闭口都是那黄金。Aztec 当地人对黄金也不陌生。 黄金色泽亮丽，也容易加工，因此他们拿来做首饰和雕像，偶尔也会用金粉来做交易媒介。但是他们通常还是用可可豆或是布料来支付买卖交易。他们实在不了解西班牙人对黄金为什么这么的着迷。这个金属不能拿来吃，不能拿来喝，不能用来织布，不能用来做工具或是武器，因为太软了。 这种东西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儿？他们实在是看不出来。当他们问Cortés为什么西班牙人对黄金这么痴迷的时候， Cortés 回答说：“因为我和我的同伴们得了一种心病，那是只有黄金可以医治的。对于这一些来自非亚世界的西班牙人来说。” 对黄金的迷恋的确是一种流行病，就算是最针锋相对的死对头，都同样的贪恋这没有用的黄色金属。在墨西哥入侵的前3个世纪 ，Cortés 一行人的祖先曾对 Iberia 和北非的穆斯林王国发动一场血腥的宗教战争，基督的信徒和阿拉的信徒互相残杀。 死亡数以千计，田野和果园满目苍夷，繁华的城市成了废墟。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基督、荣耀阿拉。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我们接下来请 James 再继续往下念。 James， 请你往这边念。 As the Christians gradually gained， 好，一直念到下一页的。 His virgin mother. Okay. As the Christians gradually gained the upper hand, they marked their victories not only by destroying mosques and building churches, but also by issuing new gold and silver coins bearing the sign of the cross and thanking God for his help in combating the infidels. Yet, alongside the new currency, the victors minted another type of a coin called the milers, which carried a somewhat different message. These square coins made by the Christian conquerors were emblazoned with a flowing Arabic script that declared, "There's no God except Allah, and Muhammad is Allah's messenger." Even the Catholic bishops of Melguel and Agde issued these faithful copies of popular
Muslim coins, and God-fearing Christian happily used them. Tolerance flourish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too. Muslim merchants in North Africa conducted business using Christian coins, such as the Florentine florin, the Venetian ducat, and the Neapolitan Gigliato. Even Muslims rulers who called for jihad against the infidel Christians were glad to receive taxes in coins that invoked Christ and his Virgin Mother. 谢谢 James。不客气。随着基督徒逐渐的占上风，他们宣告胜利的方式不但是摧毁清真寺，盖起教堂。他们还发行新的金币和银币，上面印有十字架的符号，还有标注“感谢主帮助他们打倒异教徒”的字眼。然而，除了这组货币，胜利的基督徒也同时发行了另一组方形货币，叫做 Milares。这组货币的讯息却不同，上面用流畅的阿拉伯字迹宣告着阿拉是唯一真神，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这些穆斯林货币非常受欢迎，就连 Melguel 和 Agde 的天主教主教也在发行，而且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很愿意用这些货币。另一边的人在这方面也很宽容，在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会用 Florentine 的 Florin、 Venetian 的 Ducat 或者是 Neapolitan Gigliato这一些基督教货币来做交易，连那一些发起圣战要铲除基督教异教徒的穆斯林统治者，在收税的时候也还是十分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货币。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还有四小段，我们再继续往下念。Okay, 请 Patrick 再继续往下面。How much is it? 一直念到下一页的上面这里。Shoemakers and doctors. How much is it? Hunter-gatherer had no money. Each band hunted, gathered, and manufactured almost everything it required, from meat to medicine, from sandal to sorcery.Different band members may have specialized in different tasks, but they share their goods and service through an economical favors and obligations. A piece of meat given for free would carry with it the assumption of reciprocity, say free medical assistance. The band was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only a few rare items that could not be found locally, say shells.Pigments, obsidian, and the like had to be obtained from strangers. This could usually be done by simply barter. We will give you British sail, and you will give us high quality fleet. Little of this changed with the onset of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Most people continue to live in small, intimate communities, much like a hunter-gatherer.Gatherer band. Each village was a self-sufficient economic unit maintained by mutual favors and obligation plus a little barter with outsiders. One village ma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adept at making shoes, another at dispensing medical care, so villagers knew where to turn when barefoot or sick. But villages.Was small and their economics limited, so there could be no full-time shoemakers and doctors. The rise of the. 谢谢 Patrick. Okay. 好，写到这里。值多少钱？狩猎采集者没有货币的概念，
每个部落都自己采集狩猎制作所需的一切，不管是食物、肉类、药物、凉鞋或是巫术。部落中的不同人可能专精于不同的事情，但是透过以人情和义务为基础的经济，大家都一起共享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免费给出去的一块肉意味着将来会获得某方面的回馈，可能是将来生病得到医治。部落是个独立的经济个体，只有少数当地无法取得的物品需要跟外人取得，像是贝壳、颜料、黑曜石等等。跟外人的交易通常可以用简单的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如果你给我们上好的黑曜石，我们有漂亮的贝壳可以跟你们交换。农业革命之后，情况没有多大的改变。大部分的人们继续生活在小而紧密的社群当中，像狩猎采集部落一样，每一个农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个体，主要靠着人情和义务运作。偶尔和外界做一些小交易，一位村民可能会做鞋，另一位村民可能很能治病。所有的村民都知道需要鞋子或是需要看病的话要找谁，但是村子都很小，经济活动也很有限。因此不可能做全职的鞋匠或是全职的医生。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下一位请Wendy，请你从这边念 The Rise of Cities， 一直念两段到这里 Economy。 OK， The Rise of Cities and Kingdoms and the Improvements 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specialization.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provided full-time employment, not just for professional shoemakers and doctors, but also for carpenters, priests, soldiers, and the lawyers. Villages that gained a population for producing really good wine, olive oil, or ceramics discovered that it was worth their while to specialize nearly exclusively in that product and traded with other settlements for all the other goods they needed. This made a lot of sense. Climates and the soils differ, so why drink mediocre wine from your backyard if you can buy a smoother variety from a place whose soil and the climate is much better suited to grapevines. If the clay in your backyard makes stronger and the prettier pots when you can make an exchange. Furthermore, full-time specialists, vintners and the potters, not to mention doctors and the lawyers, when pour their expertise to the benefit of all. But specialization created a problem. How do you manage the exchange of goods between the specialists? An economy of favors and obligations doesn't work when large numbers of strangers try to cooperate. It's one thing to provide free assistance to a sister or a neighbor, a very different thing to take care of foreigners who might never reciprocate the favor. One can fall back on better, but better is effective only when exchanging a limited range of products. It cannot form the basis
for a complex economy. 好，谢谢温迪。城市和王国的兴起以及交通基础建设的改善带来了专业化的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不只是鞋匠和医生可以全职做他们的专业，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等也都可以。有一些村庄因为美酒品质佳的酒、精致的陶器而闻名，村民发现他们可以专精生产一样产品，再拿去跟别村的人交换一切所需的物品，这样子做很合理。每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都不同，别村的土壤和气候就是比较适合生产葡萄。如果可以直接跟他们买他们的美酒，何必将就的喝自己生产的不好喝的酒呢？如果自己家后院的粘土能够制作出更坚硬、更漂亮的瓷器，就可以用来做交易了。再说，全职专精于一项技能，不管是制酒、烧陶，或是行医、打官司，都能让人们的技术进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专业化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要如何管理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易呢？太多陌生人要合作的话，以人情和义务为基础的经济就行不通了。为邻居或是姐妹提供帮助和对为外地人提供帮助，那是不一样的。外地人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偿还人情。人们还是有可能以物易物，但是交换的物品种类还是很有限，复杂的经济无法用以物易物为基础。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请朱安再继续补充。朱安姐妹，从这边念。In order to understand， 就是念到这里。Taken into consideration。好。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s of butter, imagine that you own an apple orchard in the hill country that produces the crispest, sweetest apples in the entire province. You work so hard in your orchard that your shoes wear out. So you harness up your donkey car, and head to the market town down by the river. Your neighbor told you that a shoemaker on the south end of the marketplace made him a really sturdy pair of boots that last him enough through five seasons. You find the shoemaker's shop and offer to barter some of your apples in exchange for the shoes you need. The shoemaker hesitates. How many apples should he ask for in payment? Every day he encounters dozens of customers, a few of whom bring along sacks of apples, while others carry wheat, goats, or cloth, all of varying quality. Still others offer their expertise in petitioning the king or curing backaches. The last time the shoemaker exchanged shoes for apple was 3 months ago. And back then, he asked for 3 sacks of apples. Or was it 4? But come to think of it, those apples were sour valley apples rather than prime hill apples. On the other hand, on that previous occasion, the apples were given in exchange for small women's shoes. This fellow is asking for men's size boots.
Besides, in recent weeks, a disease has decimated the flocks around town, and the skins are becoming scarce. The tanner are starting to demand twice as many finished shoes in exchange for the same quantity of leather. Shouldn't tha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谢谢主安。好。我们来试图了解以物易物的局限性。假设你在郊外有一个果园，盛产全县最脆最甜的苹果。你整天在果园工作，鞋子都穿破了。于是你把驴车准备好，前往河边的市集。邻居说，市集南边有一个鞋匠做的鞋子坚固耐用，他足足穿了5年。你找到了那个鞋匠，想要用你的苹果跟他换一双你需要的鞋子。但是鞋匠面露难色，他不知道他的鞋子该换多少颗苹果。他每天都遇到很多的客人。一些人会拿一袋一袋的苹果，或是小麦，或是羊脂，或是布匹，品质也都参差不齐。还有一些客人说，他们很会游说国王，或是能够治腰酸背痛。3个月前，鞋匠收了三袋苹果交换他的鞋子，还是4袋苹果，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仔细想想，那些苹果是3股的酸苹果，不是像这次的极品苹果。而且上次那个用苹果交易的人要的是一双小女鞋。这个人要的是大男人穿的靴子。再说最近的几个星期，羊群流行传染病，皮革很难取得。皮匠说要2倍鞋子的数量才能换一样数量的皮革。难道这些都不需要列入考虑吗？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最后两段我们请 James 把它念完。James 请从这边念 ，in a barter economy， 一直念到they developed money。Okay, in a barter economy, every day the shoemaker and the apple grower will have to learn the relative prices of dozens of commodities. If 100 different commodities are traded in the market, then buyers and sellers will have to know 4,950 different exchange rates. And if 1,000 different commodities are traded, buyers and sellers must juggle 499,500 different exchange rates. How do you figure it out? It gets worse. Even if you manage to calculate how many apples equal one pair of shoes, barter is not always possible. After all, a trade requires that each side want what the other has to offer. What happens if the shoemaker doesn't like apples, and if at the moment in question, what he really wants is a divorce? True. The farmer could look for a lawyer who likes apples and set up a three-way deal. But what if the lawyer is full up on apples but really needs a haircut? Some societies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establishing a central barter system that collected products from specialist growers and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ed them to those who needed them.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famous such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failed miserably. Everyone would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and receiv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urned out in practice into everyone would work as little
as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d receive as much as they could grab. More moderate and more successful experiments were made on other occasions, for example, in the Inca Empire. Yet most societies found a more easy way to connect a large number of experts. They developed money. 好，谢谢 James。啊，不客气。好，在以物易物的经济体系中，鞋匠和苹果商每一天都需要搞清楚，几十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市场上有100种不同的商品，买家卖家需要知道4995种兑换率。如果市场上有1000种不同的商品，那买家和卖家需要知道有499500种的兑换率，那怎么可能记得起来啊？而且更糟糕的是，即使你算出了几袋苹果可以换一双鞋，以物易物的交易还是不见得能够成功。毕竟要双方想要对方的东西才会成交。如果鞋匠不喜欢苹果，那该怎么办？如果鞋匠当时最想要的是离婚，他是可以找一个律师来做三方交易。但是如果律师已经有太多的苹果了，而需要的是一个理发师，那又怎么办？有一些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成立一个中央交易场所，收集各地生产的物品，再分发给需要的人。这种做法最有名、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例子就是苏联，结果最后失败得一塌糊涂。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结果变成了每个人尽量偷懒、尽量多拿。也有比较中庸、结果比较成功的例子，例如在印加帝国。不过，大部分的社会找到了一种连接各种专家的更简单方法，他们发明了货币钱。好，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啊，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分享的一些想法？好像还蛮容易懂的吧？钱这个概念，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学过了，所以说。这张还算很容易的读，也很容易的理解这样子，所以对啊，只是很有趣。我觉得作者他指出的这一点是说，钱是一个unifier， 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都接受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连死对头这个很敌对的双方，就是政治宗教上面是这个有互相冲突的，都还是接受钱，都还是接受对方的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还蛮有趣的。James， 你说？对，我想他这个，比如说他介绍这个为什么会有货币，他用了很多实际的例子或想象中的例子，来解释，非常 convincing， 非常有说服力。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那个不，他说前面有说到不同的国家的有不同的，就是这种文化都有一种全球变成越来越趋向同一个文化。那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医跟西医，那中医跟西医他们各自发展几千年来发展下来，他们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那个。哲学概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维，但是在世界这个文化互相交流以后，为了让这个他们的各自的系统更实用，更有效率，都是人们也在互相互相学习，所以中医的话就想怎么样利用西医能够融合中西。融合中西，然后对这个病人最有效率，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是一个正常的方向。当然，作者并没有反对，他只是解释这个事实。那我觉得，就是你社会这个文化融合的话，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从正的方面，正的方面的看，是一种好的现象。嗯，谢谢。对对对，谢谢 James， 我也是，我也非常的认同这一点，就是说，在融合的，就是说，跟物竞天择的，道理有点类似，是说，大家能够接受的，或者是有大家看得到好处的这些点会留下来这样子。那好处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系统呢，就会被淘汰。那这个就是一个大趋势。所以说，这样子就是把那些比较劣的比较不好的东西淘汰掉之后呢，就是就会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然后也就融合进去了这样子的。对，还有就是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你如果我们看那个蚂蚁或者是蜜蜂，他们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子的生活，可是人的话，不是说完全是靠生物本能。人的话，因为他有脑筋、有文化、有思想，所以人的话，人类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一种思维。所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丛林法则。那么一个文明的社会或者是开放的社会，那不能只是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还是要保护那些弱小的那个族群。那所以当然他并没有反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人类的话并不能跟那个只是从生物那个观点来看。对，谢谢 James 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是从生物上面的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样子。那在思想上面的这些这个在概念上面或者是这种理念上面，也是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种概念，就是说比较好的思想可能。会被留下来。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被留下来，因为希望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希望好的一些思想或是好的一些行为做法或者是理念啊会被留下来，那这样子的人类才会有就是在思想上面才会越来越好这样子。因为就是说以人类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人类的思想其实主宰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大部分的生活这样。除了生理上面就是由我们的生理需求主宰之外，其他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思想在主宰的。所以说这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希望是说有好的思想在主宰我们这样。你才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对，所以说就是有分成两个方面啦，就是好的文明或是好的思想跟不同的思想在彼此竞争这样。竹安你说。Helen 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那我是想到了哈，就是说产生这些变化了哈，从这个人类发展的这个过程来看，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更根本的哈一个动力了哈。那我在想就是说必须很抱歉，因为我在学佛法，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跟佛法这个搭上边哈。那有我想到就是说，第一个他这个作者在我们这一次念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个 us and them 哈，概念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就是说，其实是不是更深一层的呢？其实是由这个 me 啊 ，me 这个从更基本是从个人的个体的开始哈，只是说
你跟即使你自己的族群，其实你还是有区分的哈。好比说，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虽然你把它看成是 us， 可是我说中间还是有这个维系的区分啊。这是我在想，就是说，那这个呢，我不太清楚，就是说跟后来提到的，他讲这些从这后来讲到这个如何演变成为用钱来交易的哈，这些行为的话，那很多是不是？如果你回想在这个最原始的社会哈，就是 hunter gatherer 的社会，他们其实需求是很少的嘛，哈，就是自给自足的这种成分比较高哈。那后来就是发展出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他提到的就 specialist， 有些人好比说。某方面特别突出的哈，就 develop 一些好的东西，那我就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时候就是这又回到了这个人的本性哈，讲的那个一点贪嗔痴的本性，就是说是不是有那个欲望造成有欲望想要去取得，就是说比较美好的东西啊，或者是哈，就是说这些，跟我是基本上就是跟我们当初最原始的社会啊的那种形态了哈，就是说是不是人类的是一种人类欲望在驱使的，就是说更我不太清楚更维系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有这样子的动力在，那因为我在想到就是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虽然它是global 的这个 unity， 它方向好像是往那个方向，可是我是觉得好像你看像现在的那个以巴战争哈，这种人类的这个很多这种嗔的哈，这个贪的话，当然它是讲说要掠夺这土地啦或者资源啦这些。那称的话，那也就是不管是宗教或者说什么理由哈，所以这个好像发展虽然是往一个方向，可是那个方向到底是 augment 把我们的这个人类贪嗔痴的这个本性扩大的呢，还是说是就是那个方向呢哈？当然，我想作者可能之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说明哈，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说突发奇想，好，谢谢。对，哇，这个主观的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贪嗔痴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很难回答。我不能确定说这本书会不会回答，不过就是说贪嗔痴的确是人人都有的。那如果是说贪嗔痴来驱动这一些思想行为的话，那的确我们是往不好的方向在走。对，我同意你。对，我觉得就是说人们如果没有就是警觉到自己的行为跟思想是由贪嗔痴来驱使的话，那的确是还蛮危险的。对，所以是一个值得考虑而且警惕的一个点。Wendy， 你说，我觉得那个贪嗔痴的影响是真的非常的大。那个其实你想想看，很多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哦，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少数人的贪嗔痴。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在那正在战争的国家，你只是个老百姓，他们打仗的时候，你就是家破人亡。你其实你也不需要什么政权，你只希望能够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我刚刚那个念到的时候讲到那个是不是墨西哥啊，他们用那个咖啡豆来交换嘛，这样子，然后看到人外来人怎么对钱这么的有兴趣，对金子啦。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他们不知道金子这么好可以做很多事，但他在他们那个文化里面，他觉得有可可豆就可以了。所以这种东西有这个制度哦，是有必要，因为你如果要跟外面交换东西的话，因为刚刚作者有讲很多的情况你很难交换，
可是呢，人会变得越来越贪心，就是你有了房子，你要大房子，要更好的房子。刚才那主任说他突发奇想，我在念这个书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觉得要是有一个社会啊，大家都有饭吃，也有房子住，都是 generally speaking 大家都差不多可以维生，也可以过得很就是很平安的生活。那你要东西的，就是说，就你要吃东西都有这样。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好呢？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件好事情的话，你就会更好。用这个 instead of 用钱，用这个思维来教他们的话，大家会不会都以这个为标准？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人，我可以帮忙，或哪些事情我可以做，那我就会有更好。就是假如说是有下辈子的话，下辈子更好，或是你的未来生活会更好。Instead of 用钱，因为现在你要有了钱，你还要赚更多的钱，你要过更好的生活。那如果说那些都没有了，只有就是说让大家在这个善念上面去努力的话，会不会是更好一点的那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这是我也是突发奇想。谢谢。谢谢温迪的分享。对，我就觉得是说，的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让我们往比较好的方向去走？这个有待人类的发明跟发展这样子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文章，他在讲说，好像是北欧的哪一个国家，他们有一个这种叫做 Credit Karma 的一个的这个。我不知道是真实的制度还是这个作者他在写，为了这个文章写的，就是说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有闲余的时间，他就去这个老人院去帮忙，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些 credit karma， 然后等到他自己老的时候呢，他的 credit karma 就很多，这可能是。就是说他们有一个credit karma 的银行，就是来储存他的 credit karma， 然后呢就是他就会根据这个 credit karma 以后就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 idea 真是好这样子，但是到底是怎么实行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实行了还是说只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虚构故事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能够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吧。对，就是还有很多的这种体制，你看我们都发展了钱这么好用的东西，没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发展更好的，就是能够驱策我们往去做好事的一种体制嘛。对，所以对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故事，我想到好几年前看到的这样子的故事，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主管你说好像有听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人讲pay forward， 就是说这种概念啊。对那其实刚才讲到这个贪嗔痴，人类的这个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这个本性哈，那其实佛法已经佛陀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了嘛哈，就是用这个四无量心嘛哈，四无量心这个慈悲喜舍，对不对哈，这就是可以来。那我觉得慈跟悲，这就跟刚才那个 Helen 讲的那个 karma， 就是 credit karma， 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付出不需求回报的这种，或者至少你在付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不是说我想这个变本加厉的这个要讨回来哈，这种心态，
Yeah, 所以我好像有个印象，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大概还没有学佛法，所以还觉得只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想法。OK， 好，谢谢。对，谢谢朱安的分享。James， 你说。我不晓得在这个读书会有没有人提过，就是这个 Harari， 他说这个禅修 Vipassana 对他来讲是对他的成功非常有帮助，影响他很大。Vipassana 我了解是止观，就是我们中文是叫止观。OK， 就是跟大家，我想亲近佛法的人应该都会很高兴听到知道这个消息。对，谢谢 James 讲到这一点。对，那个 Harari 他是一个，他不是他们，他应该讲是说是无神论者吧，就是他没有相信任何的宗教，但是呢，就是 meditation 对他来讲，就是刚才 James 你讲的那个什么 Vipassana， 对 Harari 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他每一天早上都一定要静坐2个小时，然后呢，他一年里面会有3个月的时间要闭关，就是他要去一个 retreat， 那边就是要做 meditation， 就是说整个就是与世隔绝，然后呢就是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他常常在讲meditation 对他的重要性，然后就是让他能够厘清他的思维啊，然后就是把一些就是 distraction 的东西的一些想法可以把它去除，然后把事情想清楚看清楚这样子。所以对他，你如果听他的一些演讲的话呢，他常常在提这一点这样。然后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他就有在讲他在做 meditation 的事情这样。温迪，你说，那个我们现在看这一页，就是 Homo sapiens evolved to think of people as divided into us and them。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在台湾嘛，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啊，美国人很歧视我们这样子。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没有来过美国，对美国印象大就是听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有朋友告诉你的。可是后来我来了工作以后啊，我常常比方我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会想到说我现在讲的话是代表中国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做什么事我会想到说人家看到我会觉得啊，中国人都是这样，或者台湾人都这样。所以我会想说就会很小心，就是我不管讲什么话都 我是代表了全部的人，我不希望人家会因为我讲错了会看不起我啊，会这样。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来之后其实我很少碰到说人家会歧视你的这样子。所以我回头想想，有些时候也许某些人认为他是被歧视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不管你英文好不好或怎样，我觉得你要是有跟他们一样的价值观的话，我觉得很少人真的会歧视你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有相当不错的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价值观念，至少我自己来说我有这种感觉。所以像这种文章虽然他是讲的好像是历史，可是在这中间有很多细小的东西，我觉得跟我们就是一般的思维也很有关系，而且跟佛法也很有关系这样子。好，谢谢。谢谢温迪的分享。要问你说。刚才那个就是 Paying Forward， 其实有一部电影很多年前，它是叫 Pass It On， 是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小男生，他就是有一个学校一个功课 project， 就说叫我们想做一样东西怎么为善，这样他就想说哦，一个人就做事情不要有回馈，就叫那个给就叫对方说哦，你就 pay forward， 就是在做好事给3个人，
这样就一直绕下去，就比如说一个一乘一乘三，然后三再乘三就等于九嘛，就越来越这样，就这样辗转这样绕下去。结果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自己的妈妈啦，就是妈妈跟外婆感情不好，那没有照顾那个外婆，外婆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住在一个 trailer。但是因为这个小男生的 project。结果变得他们那个母女之间的感情好，不过就是很不幸的，到最后这个小男生一个意外很早就去世了。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说那个交换，像我以前有做过，只有那么一次啦。有一个我女儿的舞蹈老师，好多年前，大概二十多年前，就跟我说他是教舞蹈的，然后他女儿想学钢琴。可是我觉得可能他自己本身有些经济情况，所以他问我说可不可以交换那个我们的 professional 的服务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一个钟头的或者是四十五分钟的那个换算率不一样嘛，是可以啦，但是会有点麻烦啦，但是我还是跟他做了。这样第三样东西就是讲到那个 meditation， Steve Jobs 也是每天都一定要就是静坐很久的，每天，像我自己也是啦，早上我起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静坐。如果我没有静坐的话，那天我都不太敢讲话，因为怕头脑不清楚，那等一下讲话得罪人要怎样。我觉得然后一整天下来如果我静坐，我觉得我的头脑会反应会比较快，头脑也比较清晰这样子。好，以上。谢谢翁的分享。对，刚才温迪在讲说来美国不觉得说有歧视的这种就是像以前人感觉好像说的很可怕这样子，来美国就会受到歧视。我也是觉得是说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家人之间还是甚至是就是说妈妈跟孩子之间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智慧的表现，就是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在有跟不一样的人有互相沟通然后呢有思想的交流，然后互相的理解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人来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只是在不只是在就是长相上面不一样，在文化在语言上面啊很多方面不一样，所以说语言不是太流，就是说 不太能沟通的，会感觉更多的困难这样子的。然后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之下对方也没有办法了解你，所以说才会感觉到说有歧视的这种情况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双方都至少就是说你单方面的付出努力想要去跟对方沟通啊，跟对方建立关系的话，我觉得那种歧视的情况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应该都会都会好转这样子的。对，所以说就是要看就是自己的努力是什么。那我也是觉得是说如果是在美国有这种感觉的话然后你觉得有那种歧视，其实你在台湾还是有可能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台湾也有那种什么政党对立很严重啊，然后就是什么外省人跟本省人的这种的这种不和啊都有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我觉得那完全就是沟通跟心态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对，我非常同意你讲的那个 Helen， 因为我们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嘛。我爸爸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爸就是说他们不喜欢台湾人，因为台湾人都欺负他。谢谢。对，谢谢温迪。朱安，你说。其实这个对，刚才我同意 Helen 讲，就是说因为一种歧视，这种不管你是被歧视哈，或者是你不经意的去歧视别人哈，这其实都
都会发生的哈、啊，就是说是，所以只是说程度的问题啦。那我觉得刚才那个 Wendy 讲的很好，就是说是，其实你想到就是说你刚才前面提到你的一言一行可能是代表了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形象哈、啊，就是说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在下意识上面你已经就是说在避免就是说就说你 you behave yourself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面是会减少，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哎呀讲回来还是就平常心啦、啊、因为讲老实话人家心里哈、啊、有没有这个对于你有 discrimination， 这其实我们佛法讲所谓出众跟维系嘛，哈，出众就表现在外，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或者是维系的方面，也许你感受不到的。不过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把持得住自己啊，做的，你觉得是你是如理如法的去做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是因为我学了佛法以后，就是说怎么样 以平常心、啊、不要去太想到，就你自己做的正，应该这么讲，自己做的正的话，你就不必太介意说人家到底怎么想，因为你其实很难去左右别人的这个想法、啊、那对方的话，他的社会背景啊，家庭情况啊，就是说也是千万种嘛，所以这也是我领会到的一些，就是说，这样让其实 the bottom line 就是说，你让自己比较宽心一点，不要去被这些所 bother 的啊。我想主要是从这个点出发的了哈。好，谢谢。嗯，谢谢朱安，的确是，就是说自己如果能够调整心态的话，唯一能够做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个样子。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就是说言行举止上都很强烈的有对你有敌意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只能把持住自己的心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我也不是说我做得到，但是就是说佛法教我们说要用悲心去对待。然后呢我就常常会想到是说，就是说啊对方有可能就是说譬如说对方对 Asians 有很有敌意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想说啊，那可能对方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就是他们的家庭对 Asians 就是没有接触，或是说受到欺负了，那他也很可怜这样子。那最终都还是一个悲心，如果能够用悲心去看待对方，其实别人对自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说自己才能够产生一个怜悯的心这样子的，然后不会做出反击啊，或是就是把他骂回去啊我觉得佛法是教我们这样子啊，真正做到真的是不容易对，但至少你知道说正确是应该是怎么做的。对James， 你说我如果别人对我有不礼貌，或者说我的话是先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做不对的地方，生活上如果言行上如果不够检点的话，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有时候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自己言行上有不够检点，然后别人看不顺眼，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谢谢。哦，对，但是有些时候是就是对方对于就是整个，譬如说所有亚洲人都有一个 stereotype， 就叫做这刻板印象好了，就是说哦亚洲人都怎么样怎么样，所有亚洲人都怎么样，然后呢就针对你，那个就那有时候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很生气啊。对对对，没错，对。对，不是个人的问题，对，所以说那个就必须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去克制自己的愤怒的情绪，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应，才不会就是再更加深说对方对于整体亚洲人的
不好影响这样，很不容易。Wendy 你说。哦，我想讲我自己的例子。那个刚刚我们大家讨论这个，让我想到佛法上那个佛陀有讲，那人家如果送给你一个礼物，你可以不要接受，那个礼物就送还给那个人嘛，这样。那当然我们常常会碰到人家讲我们骂我们啊，或者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就会很生气。那刚才那个James 说他就先会反省嘛，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当然就要改进。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碰到一个情况，有一天我在那个电脑房里面跟另外一个女同事两个人在那边用电脑，就那个 Adam 就跑进来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 Wendy 有人说你声音讲话很大声耶。我一听我就有一点讶异，我心想我讲话有很大声吗？我就说谁说的，结果坐在隔壁那个女生就说我知道是谁说的。那他笑嘻嘻的讲说我知道谁说，然后他就说那个人名字。我一听那个人名字，我就说你知道吗？他昨天坐在我旁边，也在用电脑。我说他用电话，因为电脑旁边都有电话嘛。他说他用电话是用 speaker 在讲，然后就跟对方讲，我说我声音会比那 speaker 还大吗？就他们大家就在那边笑。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像碰到这种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去理他，也不要去生气，根本就不值得你生气，因为那个人全办公室人都讨厌他，所以没什么好生气的。谢谢。谢谢 Wendy。对呀、啊，很多的不值得生气的事情，就不要去不要去增加自己的麻烦。对，谢谢。那朱安你说。哦，这其实刚才那个 James 跟那 Helen 已经，我是觉得讲得很完整的，就两个方面，就是说从自己的角度，就是内省嘛，哈，就刚才 James 讲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elen 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悲心呐、啊，就是说是哈，至少我是说，就是说至少你是往替人家着想的这个方向去想啊，而不是说怪罪于就是起了嗔心哈、啊、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符合这个佛陀的教导的，很非常随喜。谢谢，谢谢，谢谢朱安。对，因为上礼拜就是我们讲到那个以巴的情况嘛，然后我昨天才在看那个一个新闻，他在讲说拜登他当然不想要让这个情况就是更escalate 这样子，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努力的在一方面就是也是拨很多的经费来支持以色列，但是呢，他还是尽量的在 coordinate 在协调，就是让 Gaza 那边的人能够就是得到医疗救助啊，然后就是能够不要受到波及这样。其实你真的在想这件事情，其实刚才的人其实很无辜这样子的，那完全是 Hamas 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发起的这些战争，这个他们做的这些坏事，但是呢，无辜的 Gaza 的人民就是受到波及，然后呢，这个整个世界真的是就是被弄得这个天翻地覆的，这样就很悲惨，是真的是蛮值得同情的。所以说，对啊，其实我头脑还是有点乱乱的，但是，对啊，看到那样子的情况，就是觉得，世界怎么变得这么乱这样子的，然后，对啊，就还是在关注这件事情。温迪，你说。我觉得，因为最近跟朋友跟任何人谈论，大家都有同感，就是说这世界怎么变得这么的糟糕？其实才不过短短的，从我来美国到现在，也不过就40年。
是从很美好的一个世界到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光就是觉得，就是觉得怎么会这么快呢？至少过几百年再变，可是那么短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变这样子？这么快，这么短时间就从一个本来至少我觉得还不错的，到现在这样。现在听到每很多人都是这样，都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变得很糟糕。还有的人说，哎，想搬家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很好嘛，对不对？很多时候会有那个 crime rate 也很高，到底是怎么哪里出错了？嗯，对啊，我觉得温迪。虽然说我也觉得很难去接受，就是说世界上一下子就变得很这个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常常会想到说，哦，佛法里面就跟我们讲世事是无常的，只是我们一般人都会一直去想成说，哎，这个就是常有的事情就会一直恒常的永续下去这样子，但是那是不对的想法，世界是无常的，瞬间就有可能会死掉，或者是世界会不一样。对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印证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对啊，还有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说我们人类因为比较有智慧嘛，就是有思维，可能会就是在跟其他的那些动物来讲起来，就是我们比较厉害一点。可是现在电脑也很厉害，他们甚至讨论到现在那种 AI 呀、以后将来那种机器人都可能统治我们，是不是很好笑？自己弄到最后就自己把自己毁掉、如果这是真的的话，是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人真的我觉得智慧实在是不是很高。对人类的智慧没有太大的信心。他自己搞死了。很有可能的。凤你说。对，刚才提到那个，如果佛陀说人家给你就是对你不好，那你就不要接受，就像人家给你礼物你不好，那个是出自于佛说四十二章经。然后如果讲到佛法为什么世界这样变化那么乱，就是越来越坏，其实如果是根据佛法的话，那如果是有水灾的话是因为是贪心，那火灾的话是因为嗔，如果是风灾的话这些是因为愚痴，那如果是有地震的话因为高低不平嘛，是因为傲慢，所以就是说他是这样子说法啦，这样所以往往你那个地方可能水灾特别厉害，是不是因为当地有很多那种贪官污吏就是贿赂这些，那如果是称的话，你没有发觉到那个 Trump 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火灾啊什么的，这样如果地震的话当然就是跟那个地理学有关系啦，不过如果由佛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要检讨说是不是，如果因为个人的话也会影响到那个工业。好，以上分享。谢谢 On 的分享。Wendy 你说。哦，没有，对不起，我忘了关起来，对不起。哦 ,OK。对。那其他同学想要分享吗？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然后我们下一次应该可以把就是 money 的这一个 chapter 读完，这样。好，那我们就是谢谢今天大家讨论的都很热烈，那也这个学习到蛮多的。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拜拜。谢谢，拜拜。Okay, Have a nice weekend. Have a nice weekend. Okay, 拜拜。拜拜。